相信我们都看在眼里。大家啊，应援的手幅，然后呢是一个这么美的画面，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这么多支持的朋友来表达一下？제가이제아까편지를읽는데도제가그런적이한번있어서좀운적이한번있어서그래서좀참을라했는데之前呢也有一个状况，就是我在某个地方的时候我有哭过，所以我今天真的刚刚念信的时候，我真的拼命的忍住让自己不要掉泪。감사합니다谢谢。其实我觉得这个之前我有看过金英光讲过一段话，他说呢，作为演员的他呢，希望在戏剧里面的时刻，不只是让女性可以认同他的表现，他希望这个作为演员的金英光是可以能站在台上，让所有的粉丝都认同他，认同他是一个非常闪耀的演员。我觉得光是这一点，就值得给他最热情的掌声。等一下，我会放点保险箱。对。啊。啊哦，我去考不是公务员。对。对。我怎么样？哎呀，真的。可以啊，可以啊。我把这个送掉好不好？因为这个本来他是要送回韩国的。那管他的，对不对？台湾这样满满的爱哦，来来来。시청은별로自己的就不太好。好，对，제가좀앞필이라서我的字很丑。有九岁的。好，给大家看一下，恭喜啦！对，